一百十一年高中教育会课就要到了，为着鼓励考生，山西乡长苏伟俊是亲自到山西高中为毕业班学生举行祈福仪式，希望囡仔会当赶紧做好准备，考到理想中的学校。为了鼓励每一位毕业班的学生都会当考到理想的学校，山西高中逐年都会举办考生祈福活动，以往拢是伫咧操场来举办，但是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改做以老师跟每班教室为囡仔来加油。校长许义珍嘛提醒囡仔，开始考试的时阵一定要保持冷静。伫咧写完题目的时阵，若是还有时间，一定要再出来检查。千万袂当大意。校长妈妈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这坚持到底不是坚持到这个礼拜五就结束了。六日这两天，同学们到考试的市场，你开始答题，一直到你把试卷、答案卷交出去那一刹那，都必须坚持到底，要能够用心。考完试之后，也不是就没事了。考完试之后，同学们还要再检视一下你自己想要升学的志愿。去收集一下相关学校的资料，然后好好把你的志愿序再仔细的排过一次。接下来时程非常的急促，你拿到成绩之后，可能很短时间之内就必须要把你的志愿序决定好。所以校长妈妈希望这段时间同学们一定要做足准备，而要坚持到底，不是只有考完试结束而已。包含后续的志愿选填也是一样。好，最后祝福各位同学考试考场都能够一切顺利，然后同学们都能够晋升到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好，祝福大家。山西乡长苏伟俊表示，高中会考是学生人生当中第一遍的大型考试，每一个人都会紧张，但是只要做好准备，就有机会会当进入理想的学校。也希望囡仔因日后精进来学习，连讲有成就的时阵，会当回馈乡里。今天是我们县西国中考生祈福的日子，那么我们校长许校长，还有我们的教职员工都很用心，然后特别安排啊来跟考生加油。那还有我们会长也都亲临到场啊，有到场的有包括我本人，还有以及我们代表会主席。那么最主要也要鼓励这些学子能够把平时能够充实努力的平常心把它发挥出来，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么疫情这么严峻之下也能够顺利的能够来考上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的学校。那希望说这些小朋友也都能努力，那未来在社会上能够做一个充实有用的人，那将来可以回馈我们地方，回馈社会。一百十一年高中会考伫五月二十号、二十一号两天来举行。除了学生以外，上紧张的就是家长。但是监督的同时，家长嘛要注意囡仔的身心健康，避免临时有问题。新中华新闻李明宏，山西采访报道。